其实我有一点担心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过熟。看起来好像还可以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咪姐。今天要来分享的料理是胡椒虾。那这次的烹调会比一般胡椒虾来复杂一些，但是味道相信会更加的浓郁干净。这个招牌胡椒真的放进去。经济是说要先剪头。那个还是脚啊。说要先剪头。正式进入料理。吃起来就非常有味道，聪明，还真是快速的拌炒。胡椒虾完成了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喜欢吃干的。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忘了放什么？盐巴。有没有觉得没有咸吗？对啊，我还想说为什么这么没有味道啊？俊俊是你很不专业。我忘记备菜里面没有放进去。今天就是最大最大的败笔，是因为真的没加盐巴，所以虾子的甜味真的没有出来。我原本还想说，我今天应该可以做成功一道料理，过程中有感觉我好像蛮厉害，这是真的。之后会做一些下酒菜，你们也可以让我知道你们想要就是想要做什么下酒菜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拜拜。